你绝对不知道的《甄嬛传》里的珠宝秘密，是花落时期代表安陵容很想大牌但出身低微，梵克雅宝代表皇后身居高位大众认同感却不强，卡地亚代表甄嬛强势手段高，蒂芙尼代表沈眉庄靠爱吃饭，宝格丽代表华妃嚣张得很华丽，海瑞威斯顿代表端妃真正赢家。